在民间信仰中，一到了农历六月二十四日，就是上灶王爷的日子，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甜食来祭拜灶王爷，期盼灶王爷回到天庭之后，向玉皇大帝加讲寡好话，来年通好为厝内带来福气。灶王爷的姓名叫做什么？民间的传说众说纷纭，有人讲灶王爷姓王，叫做王中龙。但是根据南朝宋后汉书殷实传的记载，灶王爷姓张，大名禅，字子贵。民间虽然对灶王爷的名字说法不一，但是对于来历的讲法却是一致的。伊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义徒宋无忌下凡投胎，在凡间经过一番历劫之后，再度升天为神，被玉帝封为东都司命、定福赵君，一心一意为查甫人传授道艺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。灶王爷的故事，上一集我们讲到王中龙得到白猿的帮助了后，渐渐啊改善厝内面的经济。白猿对王中龙讲：“你的年岁嘛未少啊，应该娶某生囝来孝敬母亲才对啊。”王中龙嘛认为白猿讲的真有道理，伊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王中龙甲郭丁香有宿舍的姻缘，王中龙本身嘛是真喜欢郭丁香，只不过是家己无自信，佮加上经济条件无好，才会认为家己是咧高攀郭家。赤脚大仙暗中观察两个人真久，既然王中龙对郭丁香有情愫，抓落来的问题就较好解决啦。平常时啊，有白猿的帮助，即马我只要伫背后塞一个，就大讲个性啊。王中龙对白猿讲：“我伫主事官无田地，厝内面只有四片饼，啥物都拢无，身上阁无钱，是凭啥物会当娶某呢？”白猿讲：“这拢毋是问题，只要你有心要娶郭丁香。”我就会当帮你达成愿望。迎亲，依照过去的古礼，有六个丁数，意思是立彩、问名、立吉、立正、请吉，也有亲迎。立彩就是男方到女方家中提亲，这是传统婚礼的第一步骤，也就是俗称的岁末协议婚。当男女两人情投意合，就会请媒人婆啊，就是厝内身份适当的长辈来做媒人，表示对女方家长的尊重。问名俗称为甲八字，媒人将女方的八字，也就是出生年月日时，送到男方引导，男方向祖先请示。如果祖先同意，就可以将男方的八字送到女方家中。女方接受了男方八字之后，要摆放在厝内的供桌上三日。每日早晚必须在神佛面前烧香祈福。三日内若是无发生任何意外，这件婚姻就这样定了。接下来是立吉。又称为小聘、小订，俗称送订、聘订。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引导递赠礼物，表示这门亲事已经正式成立。过来立证，俗称大聘或完聘，也就是女方接受男方聘金的仪式。接着男方就可以选定吉日到女方家中举行订婚大礼。接下来是请旗，
俗称德日，男女双方订婚之后，就由男方选定结婚的日子，并且求得女方同意，最后亲迎，也就是迎亲。这是男女双方结为亲家上重要的仪式，唔仅爱心中之外，也爱讲究排场，一点啊拢袂使马虎。婚姻乃是人生大事，唔仅爱心中之外，也更爱量中。看到厝内的情景，根本就无法风风光光办一场婚礼，让王中龙心中十分难过。白元狗看到王中龙一副沮丧的模样，就对伊说：“有心就不难，干那叹气是无路用的。”白元狗话一讲完，就化身一尊白烟消失不见了。王中龙紧张的呼唤了半日，就是看袂到白元狗的影子。只好家己将茶火打落山去，讲也奇怪，王中龙这一回打茶，发袂感觉重，虽然也是今日相当摇晃，但感觉到家己的体力亲像变好了。王中龙卖完了茶火，拖着疲累的身躯，行返去厝。当伫要接近厝的时候，就觉得好亲像哪里唔对。每日出入熟悉的所在，怎样变甲无同款？原本的厝怎样无看见？眼前的四合院究竟是啥人的厝啊？是毋是家己太忝了？忝甲已经行错方向。王金龙徛伫个厝外，真正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。一早要出门，厝内面也是破鼓鼓，即马面头前这间厝。雕梁画栋，比过去伫龙阳知府的官邸，也搁较大间气派。门顶悬的匾啊，写着“王府”两个大字。王周龙看甲拢袂讲话，伊心肝内伫咧想，这就是白元讲的厝吗？伊究竟是虾米人？是神仙，也是土地公？母亲就是看到。囝站在门口，戆神戆神，伊叫囝赶紧入来，伊已经准备好饭菜，紧入来食饭。讲起王府这间四合院，花咧阁气派，厝尾顶铺的是琉璃瓦，四周围用的是青砖的墙，正大面的大门的墙写一个大大的福字，代表着福气临门的意思。看高桥外的七红大门上钉着十二牌，总共300多粒的荷叶包顶。大门两边配有一对大约半人高的大石鼓。门前的台阶有3层，高长高阔，全是用白玉所砌成的。走上了台阶，就可以看到大门两边的对联，顶联是“富丽堂皇”。衬托主书相融体地，下联是雕梁画栋，绵延王府子孙万代。外批写着白元送喜，一般门楣上的外批通常拢是写着交迁之喜，或是迎迁交木，这白元送喜就蕴含了真深的意境。白元狗答应王中龙，要帮伊完成迎娶郭定香的愿望，所以这座四合院就是其中一喜，而另外一喜就是帮伊牵红线，安尼唔就是双喜临门了吗？王中龙的婚事若是要顺利进行，赤脚大仙就要加挂困难咯，干那是为这大门的对联上来看。就能看出赤脚大仙的用心，眼看赤脚大仙的计划正一步一步在执行当中，而这无形的红线就要慢慢的牵起来了。赵王爷是玉皇大帝身边的玉犊下凡投胎，在凡间经过一番的历劫，
再度升天为神。除了为男人传授道义以外，造神那段千年的爱情故事也使人感动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伙来推动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话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发改基金会。古早讲究门当户对，虽然洛阳的国家不是大户人家，不过在地方上也算是有头有面的生意人。尤其是郭丁香，不但真会做生意，伊嘛是琴棋书画拢精通的才女。王家街头外面的消息真紧就传到洛阳，消息灵通的媒人伯啊，已经伫郭家伫咧食茶开讲，顺续要讲亲事啊。王九龙的父亲王基，伊伫洛阳担任知府的时阵，名声是好甲歹拢总有。王府为洛阳搬转去主事官，虽然两地相隔遥远，但是王家破产的消息家家渐渐也传到国家。王九龙出生伫官宦之家，若是巴肚内无一点仔学问，真正会予人笑死。王九龙有一间遮尔水的厝，煞来就爱好啊充实内涵。像是对囝讲，你的阿爹佮安怎讲嘛是基因出身，伊嘛应该好啊读册，光宗耀祖，替你阿爹争一口气。或许是王中龙天赋异禀吧，一个根本真少望册的人，居然一提起书本来，亲像书上的字，一个又一个跳出来令人一样。王中龙居然会认得这个字，母亲总是真欢喜，子儿果然有得到红赛的军团。其实总是并不爱子儿去参加考考，只是想要逼迫子儿能够读一点仔书来改变气质，唔通像过去同款，国家犹如富豪公主那般的生活。王中龙除了念书之外，依然不忘到山顶去采茶。有一日，王中龙一透早就到山顶去，白光高来到了王家，对蒋氏说：“我是住伫对面山顶的王高，因为你的囝儿对我有救命之恩，目前我已经修行正果了，将要回归于仙班。在回仙班之前，除了送给您母子这座四合院之外，在后院内也带有一箱元宝，这箱元宝有够您母子两人生活，可以考虑买一块田地好好耕作，这样一来您母子就不用辛苦上山去采茶，有了这些田产之后，也好帮您母子娶一帮新妇，为王家添子添孙。”白王狗话一讲完，便化成一尊白烟，消失无踪了。蒋氏赶紧到后院去看，果然有一箱元宝。蒋氏将这个元宝托先保管好，唔敢让子儿知影。万一被子儿知影的话，恐怕又爱予伊败了了。白王狗离开之后，王家过去的长工王宝突然来到厝门口，不断地落门。蒋氏出去开门，王宝见到蒋氏说：“夫人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敢会当甲我收留？”蒋氏赶紧呼伊入门来，对王宝说：“当年老爷突然离世，你也就紧着离开。当初我无留你，是希望你能找到新的头家，无想到，唉。”这几年来，你过得真辛苦吧？王宝说：“我离开知府官邸时，是有找到新的头家。三年之后，那户人家的老爷就过身了，我只好又离开。这几年来，我四处做临时工，居无定所。后来听讲，恁已经搬到了主事官，
无想到一户四合院的大厝，就是恁王家。就是心肝内伫咧想，这那大间的厝，只伊家囡仔两个人咧住，若是加一个人来住，就搁较闹热。即马伊有一笔钱，计划买买地来建筑，未来是农务的工课，嘛是需要脚手，将王宝甲留落来是有路用的。母亲将买地的想法对囝讲，囝问伊母亲：“你买地钱是为地来啊？”母亲讲：“即几年来，咱拢唔敢食好穿好，加减啊嘛有存一点啊钱，买几分啊地来建筑是有够的。”有一句话咧讲：“有土地就有财。”虽然咱即马有遮呾大间的厝，但是总袂当无做其他的拍算吧。王周龙听到母亲的计划已经遮呾周全，伊嘛只好点头答应啊。有了电闪，王周龙的人生亲像就有了目标。加上当天王宝到田林帮忙，王周龙种植的稻作所结的稻穗不但结实又饱满，稻谷收成之后，改种其他作物时，也拢是大丰收。总是所买的这一亩田，不管是种什么作物，所结的果实拢可以生得硕大又甜水。唔仅是主事馆内的乡亲人人称赞之外，就连外部的村里乡镇也拢听闻过王家的名气。只要是王家出产的作物，品质拢受到赞赏。白元狗自从迄一日在王家消失之后，经过了一段真长的时间，伊竟然在洛阳出现。这次出现已经是入了新班再下番来到人间，伊化身成一名老翁，来到一家无大也无小的茶馆内，内面有十几个老先生坐做伙咧泡茶开讲，这一群拢是店内的老顾客。店小二一看到这名老翁从来唔捌见过，就主动过去招呼伊。店小二问说：“老板，我看你是第一次光临，让我来介绍本店内的几款茶。你是喜欢青茶还是熟茶呢？”老翁为身躯拎出一锭金元宝，放伫桌顶说：“我要一股上等的茶。”店小二目睭伫盯着迄锭金元宝说：“这位老太爷，你这锭金元宝足以买落我这间小店铺。小店经营的是弥补小二的生意，我实在是无法将你的钱糟开啊。”老翁说：“要走开创什么？唔免走啊！”店小二说：“你身上有嘴银吗？只要摕一个嘴银给我，我就会当找你钱咯。”老翁说：“嘴银我无，只有这一锭元宝。你到底敢要卖我茶啊？”店小二实在无办法，只好吩咐厨房准备茶水来。店内人客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这锭金元宝上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讲这名老翁应该是财神爷下凡，出手才会这样阔气。老翁看到大家拢在讨论这一锭金元宝，就大声怒喝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唔捌看过金元宝吗？大惊小怪的！”店内的人客被这样一骂，全部拢安静落来。白元来入去新办了后，性格成为原先。伊来洛阳的目的，就是要爱帮王周龙牵红线。原先会做出种种离谱的行为，是故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安尼就会当赶紧找到郭定香啊。原先知影郭定香的老爸郭定天，力大甲亲像一只牛。所以故意伫茶馆放出风声，要挑战洛阳城的大历史。消息真紧就伫洛阳城传开啊！当然，郭定天也已经听到啊。伫洛阳城，无几个人敢讲家己是大历史。
一个老人会当有偌大个本事，竟然敢讲大声话，要挑战陆永祥个大律师。郭定天决定要亲目睭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的神圣，有啥物真本事？今仔个故事，咱就讲到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赵王爷的故事。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赵王爷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飞尘。王蟑螂得到了白猿猴的帮助，经济渐渐好转，现在还想帮他做媒。白猿猴说，只要你有心要娶郭丁香，我就可以帮你达成愿望。王蟑螂因为经济不好，缺乏自信，认为是自己高攀了郭丁香。暗中观察的赤脚大仙发现了王蟑螂的问题，他认为有白猿猴的帮忙，他只要在背后轻轻推一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白猿猴答应王蟑螂要帮他完成迎娶郭丁香的愿望。首先，他送给王蟑螂一栋四合院，再来就是要牵红线了，这不就双喜临门了吗？赤脚大仙的计划一步步的在实现，这条无形中的红线慢慢的牵了起来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王蟑螂出生在官宦之家，如果肚子里没有半点学问，真的要笑掉人家的大牙。有了美丽的豪宅之后，母亲要他好好充实自己的内涵。有一天，白猿猴对张氏说，因为您的儿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现在我已经修成正果，将要回归仙班。在回归仙班之前，我要送你们一箱元宝，你可以买一块地耕种，再帮儿子娶个媳妇，为王家添子添孙。白猿说完就不见了。张氏半信半疑到后院查看，果然有一箱元宝。他不敢让儿子知道有了这些钱，免得又被他败光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，白猿竟然又出现在洛阳，这次他已经列入了仙班，又再次下凡来到人间，目的就是要帮王蟑螂牵红线。白猿化身成老翁，来到一家茶馆，他拿出一锭金元宝放在桌上。这家小店里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，大家看得眼睛都亮了。老翁固定在茶馆里大声吵闹，目的就是要吸引王蟑螂的注意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赵王爷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十心佛龙显化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显化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承本上帝神威，众生得神威，安民观公上界公义。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。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白鸡哥白相打，
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二路骨都大大，我欢喜什么拢唔惊。先风爷上五点算盘，做好做歹伊上知影。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袂定当。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因祖地富有盐路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生海海，做人爱实在，放空唔通侥幸来做歹。脚踏实地，求众生来保庇，互恁无烦无恼。